好，经过我们的努力，这个房子终于上市了。这个房子地址是二号 Agostino， 它是一个两层的 attached 的 condo。这个房子是坐落在这一个角落的地段哈。这个房子它的这个对面就是它这个社区的这个停车的地方，非常非常方便。同时它这个房子呢是在尔湾的 West Park 社区，靠近 UC 尔湾大学，还有这个江汶机场。同时呢可以走路到 Harvard's Place 购物的地方哈，里面有 Ruff 是它的超市，还有呢它有健身房还有银行都在这边。那么现在我就想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房子它全部都是复合地板我们去换成的哈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高挑屋顶，然后左边通上二楼的楼梯，在这边呢是一个个人的洗手间。这个个人洗手间哈，利用了楼梯底下的这一部分空间，然后做出了一个橱柜在这边哈，然后这边是可以放过你的这个，比如说你刚刚走路回来，把你的所有的外套放在这边哈，非常方便。现在这个边的这个空间呢是叫做家庭间，也叫做会客厅啊，它是混搭在一起的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有这个壁炉啊，冬天的时候用这个壁炉哈，还是很享受的。同时呢这个有做出来这个窗户的 wood shutter 哈，是比较贵的一种做法。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窗户，如果是你买的话哈，那这边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放一个沙发在这边，然后呢电视机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房子看起来用起来是很方便，然后很舒适的。那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推拉玻璃门，是可以去到后院的哈，待会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那这个区域是正式餐厅哈，然后这边它是整面墙是用了这个大片的这个玻璃哈，这样的这个好处呢，让这个房子呢看起来呢会更大哈，是很聪明的一种装饰感哈，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厨房这边，厨房这边的这个 countertop 哈是白瓷砖的，然后可以在这边放两个高脚椅，然后坐在这边呢，你可以享受你的这个早餐，然后跟朋友聊天，然后。SB 哈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，Oh my God， 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是整个厨房它是就是橡木材质做的橱柜，有四个火眼的炉头，然后这边是它的这个烤箱，是这两个连体式的。我们这边是新装的这个抽风机，这边的话呢是分开的这个 sink 哈，你可以洗东西啊，或者是蔬菜啊，把它分开哈。然后这边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这个拉出来的不锈钢的龙头哈，很好用的，这边可以这样随时转的哈。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有额外的这个橱柜哈，可以装很多东西。洗衣房的地方有这个建筑式的橱柜。两个attached的车库，这个房间是可以当做这个办公室，或者是健身房啊，或者是你当做楼下的一个第四个房间哈，用了这边也是可以的。那它这边有这个明亮的这个天窗，也有它这个 wood shutter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二楼啊，我们这个房子哈，整个全部都铺成复合地板，甚至于我们的这个楼梯。也屋主多花了一些钱，把它全部都做成了这个复合地板哈。这个好处的话，就是很容易清洁。二楼的话也是分两个区域哈，左边的话是两个房间加一个浴室哈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是主卧室。主卧室这边的话哈，有超大的这个窗户，然后还有高挑屋顶哈，让这个房子显得特别的亮哈，亮堂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两个衣帽间，一个是步入式的衣帽间，一个的话是带有玻璃推拉门的这个衣帽间哈。这个梳妆台是两个分开的这个洗手盆，这边是这个洗澡和浴盆的地方哈，还有拖一类的厕所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这边呢有这个 skylight， 所以让这个房子看起来住起来特别的舒适。整个这个走廊这边的话是有这个上下的额外的橱柜，然后这边你可以放书籍呀、装饰品啊都可以的。两个房间哈，这两个房间全部都带这个 wood shutter， 而且呢都是有这个高挑屋顶的。这边的话是一个完整的洗手间，而且是有带窗户的。那很多中国人他喜欢这个浴室里有带窗户的哈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空气流动比较好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看一下这个后院。这个房子哈，它是整个系统的话是中央空调系统，
那现在我们就是到了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后院了哈。所以后院的话，空间还是蛮宽敞的，虽然是一小 attached condo 哈。这个是1989年的建的房子哈。很多人呢，他喜欢买这个新屋，新屋呢，你就是要等一些植物要长起来嘛。那你看这些开的植物啊，包括邻居的这些植物啊，都已经长起来了，然后很茂密的这样哈。我们这个房子呢是4房2.5浴，然后是2层楼哈，1600平方英尺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个学校的话是 West Park 小学，初中呢是 South Lake 初中，然后高中是大名鼎鼎的 University High School。 这个房子开价是76.9万，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有兴趣，您可以随时联系我，谢谢大家。